31号也是飞天子剧院以及饺子餐厅的开工典礼。我们现在在的地点是台北市士林区中影文化城管理活动中心。要得利呢，这个企业的大老板将集巨资，让这里改建成一个国际级的豪华的表演厅，一个饺子餐厅。希望他们能够大展宏图，今天也是他们共同开工的良辰吉日，那我在这里期待他们来祝福，谢谢。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活动中心，现在廖威利他们的公司以及东南旅行社私下巨资把他们包租下来，将要将从今天开始将会要改建，会时半年的时间，耗费数千万。将来是一个北台湾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光娱乐的中心。完成之后的表演中心呢，将会请炮飞巨资从哈尔滨请来冰上杂耍团。哈尔滨的冰上杂耍团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表演团体，在这里将会给北台湾的人民带来一种新的感受跟一种新的娱乐。希望这也是为台湾的娱乐事业呢更上一层楼，贡献了一些新的心的努力。真大学女啊！现在准备了丰盛的祭品以及祭文，希望能祈求动工一切顺利，将来生意兴隆如四海。在最高科技的表演的状况下，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最传统、最虔诚的心来为他们来祈福，谢谢。吉时已到，可以看到现场各位嘉宾已经陆续的到达，准备为这个动土典礼致上最深刻的祝贺。这项建设不仅仅为台湾的人民带来一个新的娱乐，同时也为一个新的地点造成地标性的建筑，让我们大家来拭目以待，希望在一切顺利，我们的娱乐水准更上一层楼。蛮好用的啦，在大家在各大企业家的重力合作下，我们也为都市更新更尽了一份力量，谢谢。不好用是吧？你帮我们拍，我主要摄影。一缕清香代表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希望这一切的施工都能够顺利，将来我们的娱乐都能够完美。贵宾现在都已经就位，我们也准备要开始今天盛大的开工典礼。现在是 MF 还是 AF？ 不算是 AF， 用 AF。全体员工及贵宾们虔诚地向上苍祈求，希望我们的工程一切顺利。今天的贵宾包括哈尔滨来的贵宾，以及在台湾的各个企业的大老板，让我们一起来祈求，这次投资不管是在精神、在财务上都能够有一个丰盛的收获。
用。我等下。兄弟，慢慢烧。炮竹一声除旧事，大家拿着锤头就是要把旧的东西给摧毁掉，迎接新的建设。将来这里就是一个豪华的表演场，我们大家来拭目以待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大家将来就会在这里舒舒服服的看着一个国际一流的冰上杂耍团来表演。哎呀，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也是台湾人民之福。在这里，我们谨祝他们财源广进、通四海、生意兴隆、吃八方。谢谢，我们期待新的建筑马上出现，拜拜。